清晨起来打开窗，阳光美美哒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的好，我是鲍星，欢迎收看新期的娱乐有趣视频。这八星级豪华酒店就是舒服，2000万一晚上，享受一下也值了。反正鲍星有的是钱。然后酒店说楼下有一辆跑车是可以供客人免费使用的啊，在哪里呀？我来找一下，是这辆吗？哇，这么帅的吗？肯定没错啦，那这辆车今天就属于我喽。这啥牌子的呀，我咋没见过呢？兄弟们，你们认识吗？我们启动一下，这大灯挺好看的。浩鑫，等我。哎呀妈，天心你啥时候出来的？我以为你还在楼上睡觉呢。没有，这浩鑫出来玩不带我。没有啊，我看你睡得跟死了一样，就没叫你。你才死了呢。哎，我是打个比方嘛，你别当真啊。走，酒店送了我们一张高尔夫门票，咱们今天打高尔夫去啊。这豪华酒店服务就是好，送跑车还送高尔夫啊，漂移。哎，太帅气了！兄弟们，有没有感觉这个跑车很符合我的气质啊？这个颜色，感觉就是我买的一样啊！不行，明天我也要买一辆高尔夫。高尔夫在哪里啊？应该是在右边吧？对对对，没错，这个是高尔夫球场。高尔夫我记得是老头玩的呀，这今天跑新玩了，岂不成了老头了？没关系，就当休闲娱乐了，我肯定可以一杆进洞。应该就是前面了啊！咱们把车停好，漂移，倒车入库，停得很完美呀。这个车是不是还能敞篷啊？应该可以。哎，谁在叫啊？大白天的有点瘆人啊。高尔夫我来了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高尔夫球场吗？不理我。哦，没错，我们已经进入游戏了。这球场还挺大的，选择最多3名玩家进入。不需要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我最讨厌拖油瓶了。赶紧开始，我们可以徒步驾驶高尔夫球车前往球所在的位置。球杆呢？没球杆，我用头打。啊，有的。先前往第一个发球台。妈，这个车好丑啊！算了，先委屈一下吧。我们去那个发球的位置，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找不到吧？前面有个人，咱们去问问吧。Hello， 兄弟，请问那个发球台在哪里啊？不知道，自己找。呀，你这个人什么态度呀？你看我拿的什么？神经病，儿童玩具枪。你信不信我给你脑门打个洞啊？算了，把他打死了，我们也找不到吧。先尾随他一下吧，这球场也忒大了吧。兄弟你就告诉我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当高尔夫球打。你看我这个头啊，是不是挺像高尔夫球的？拉倒吧，你头跟冬瓜似的，别把我杆子打坏了。我撞死你。哎呀哦。气死我了，打个高尔夫怎么这么费劲啊？这该死的发球台到底在哪里啊？算了，我们开车来找一下吧，是不是在那个前面的河那边啊？走，我们去看看，还要过桥啊，走吧。哎呦，我差点掉下去了，这条中间怎么断了一截啊？想害我门儿都没有。咱们加速冲过去。嘿，哎呀，妈呀，撞坏了。这酒店不会让我赔钱吧？我好像找到了，是不是这个牌子这儿啊？这个五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要找一，一肯定是发球点。前面在干嘛呀？哎呀妈，这玩的什么项目呀？比高尔夫球可刺激多了。喂，你干嘛？你别打我呀！怎么还有警察呢？他们在对战，估计是来抓坏人的。那不关我的事儿，我们去找第一号台，好像是这个吧？啊，我终于到了，真是找死我了！徒步接近发球台，那我们是要下来吗？好的，好的，把车停好。他们怎么还打我呀？我是来打高尔夫的，没惹你们呀？怎么发球啊？哦，这里，来，兄弟们，看我一杆进洞，别挡着我，给我闪开！烦不烦啊？角度找好，屁股抬起来，用手腕部发力，3、2、1，好，对不起，翻了个屁，重新蓄力，嘿，实战运动可能真的不太适合我，好吧，那么大家如果喜欢泡星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一下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